立春是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，立春的立是开始的意思，寓意冬季结束，春天开始了。冬天为了抵御寒冷，我们吃下了许多高热量肥腻的食物，于是导致体内积蓄了内热，所以不同于冬至大寒时节，立春时节不适宜进补，一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适合轻断食甚至辟谷，让身体减负。想要减肥的姑娘也可以适当做一些轻断食，不用担心会损害身体。二月冰雪没有融化，树木还没有发芽，但是天地之气已经悄悄地启动了。立春这一天，冬眠的小动物们逐渐苏醒。立春之后，各种各样的病毒逐渐复苏，所以首要的是预防病毒与抗病毒。春盘与春饼是自古开始中国人就会在立春时节摆上桌的两道菜，原材料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最简单的蔬菜。春盘里的蔬菜适合直接生吃或凉拌，适合家里有供暖干燥的北方。湿冷的南方，我们可以把春盘里的蔬菜炒来吃，再用饼将它们卷起来，这就是春饼。几百年来，春盘里的食材其实没有什么变化，蒜苗、韭菜、油菜苔、香菜、芹菜、茴香，这些都具有激发人体运化的功能。蒜苗可以抗病毒，韭菜可以行血气，香菜行脾，萝卜消食。立春这一天，民间讲究要买来萝卜，寓意咬春。春盘最讲究的是必须要有腥味，腥味的蔬菜的作用是发散，能把一个冬天集聚在五脏六腑中的浊气发散掉，提升人体的阳气，预防春困。我在今天的春盘里添了几道菜：芝麻拌荠菜，蒜苔炒牛蒡丝，黑芝麻炒胡萝卜。牛肉是甘味的，在春天可以健脾胃，具有补气的功效，减少春困，对于贫血甲减的朋友也特别适合。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没有吃春盘春饼的传统了，只在一些乡村的老妈妈还在坚守。其实古时候人们把立春当作春节，立春之后重视排毒而不会大肆进补，到了现代，春节延后了。虽然亲朋好友聚会吃饭肯定不会少，但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少吃，注意养生。